よぼせよ、收看综艺剧的场，我是谁啊？靠手里的咔咔玄铁菜刀，知道不？我就是《武林外传》里面的李大嘴。你谁啊你啊？我是谁？我排山倒海。哎呀妈！郭芙蓉，你又嘚瑟了是吧？咋呀？去做你的豆腐切皮儿。做啥豆腐啊？我今天是主播。你啥播呀？主持节目啊？干啥呢？别闹了啊！好，欢迎对面的假发天暖。还有我们的修哥，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修哥露露。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过年回家，你最怕听到什么样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喽！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全新的综艺摇摇乐。当屏幕上方出现手机的标号的时候，跟我一样，哈哈哈哈，摇手机就可以赢金币、获大奖。咱们来看今天的头一条新闻。最近这短信诈骗又出了新招式了。假如您收到一条由10086发来的短信，提示您可以积分兑换奖品，千万不要打开链接，因为这样就是个陷阱。尊敬的用户，您的移动积分已达21020分，可兑换210.2元现金，请登录掌上移动商城。不仅如此，随即又附上一条短信，要求手机用户输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以便领取。如果手机用户不设防，按照骗子的说法进行操作，势必自己的财物会遭受损失。用户呢，按照那个打开那个链接之后呢，然后进行一些操作，自己的这种银行卡密码，或者把一些重要的一些跟支付相关的信息填进去，按照流程一操作，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扣费。如果按照上面的网址输入打开后，就会出现以下的界面，基本和中国移动的官网没有区别。专家提示，如果您仔细看网址，其实是 10086m.com， 很明显这是一个钓鱼网站。随后记者也咨询了中国移动客服，被告知这是伪基站发出的信息。而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伪基站是不法分子利用电脑终端，通过短信群发器、短信发信机等相关设备，搜索一定半径范围内用户手机卡信息，伪装成运营商的假基站。哎呀妈，你说这些骗子啊，我跟你说，要不是在现代，要在咱们古代，我学姐太刀，我咔咔的削他，抬死他，是不是？我跟你讲，现在这骗子就心眼多呀，啊，就这种短信，其实我自己就收到过，但是我肯定不会上当的，因为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第一，反正就是像我这个人啊，就是不管流量有多少都是不够用的，所以但凡是个网址，我是坚决不会点的。你是因为穷的，你好厉害，我坚决不会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嘛，就是我那个积分那天通知我说能换300块钱的人民币，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就3000积分，你知道现在积分有多不值钱？3000积分，我那天别说一个保温杯了，连个牙膏都换不了。然后你骗我说3000积分能换300人民币，这种事儿我肯定不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说积分还可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的。对呀、啊，太假了，我觉得。不都是换一些什么保温杯啊，顶多换一些话费、电磁炉啊。嗯，这些骗子都抓住了我们一个心理。啥？贪小便宜呗，像你老在那个厨房里面偷吃，不就是贪小便宜吗？你想想。是吧，用积分兑换点什么小奖品，牙膏什么的，这种小物件你肯定都相信。他说给你个大金条，你信吗？你肯定不信呢，对不对？所以啊，这些骗子太可恶了。嗯，是不是？我们说这些骗子啊，其实我们防骗不是专家，不专业，是不是？嗯，接下来我请个专家出来哦，好不好？这是我们南京人民心目当中的这个保护神呐、啊、哦，是不是？哎、哦，说这哥们儿，我得把菜刀放下，我得滚着刀去，对吧？对吧？否则得把我抓去啊！来，我们欢迎一下安警官，欢迎！哎呀妈呀，安警官呐！哎呀，老喜欢你，老喜欢你啊！天天在电视上看呐，你嘚啵嘚啵说，哎呀！请坐，我们去谈治安问题。好，自然谈自然的啊！安警官呢？刚刚我们就聊到这个，就是治安方面的这个话题，也就是短信防诈骗。你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好，他遇到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不法分子通过伪基站群发某一个号段的信息，
然后是冒充有关的运营商，你比方说10086，对对吧？中对电信移动是移动，移动的，中国移动，啊、我女人我不知道，中国移动对吧、嗯？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用户，嗯，他不知道有这种骗局的话，对，他按照对方的信息点击了某一个链接，对，一看10086发过来的，或者说按照对方留的那个电话号码，嗯，所谓的客服。他那个客服电话都是400开头的，嗯，毫无疑问肯定是400开头的，是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有400的嘛，很官方的，肯定是对吧？正规的，对。然后呢，你打电话过去也好，或者是你上他的那个所谓网站也好，因为他那个网站是钓鱼网站，是客服网站，假的，有病毒。如果说你上了他的那个网站的话，那么你输入你的银行的卡号，然后再输入密码，然后再把你的所谓的那个这个手机收到的一个验证码，再告知对方的话，完了。那你这个银行卡上面所有的钱就等于已经送给别人，刷刷刷就没了，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是按照对方的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所谓的400，那么对方不法分子他是一个诈骗的团伙，他有人扮演客服人员，他会告诉你，哎，这里是中国移动，你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哎，讲的还比较正规，甚至他这个400电话你的还有语音的提示，做得非常的真，跟我们真的这个10086的这个客服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你看，你看，正好安警官来了，我们也来咨询一下，就我们自己遇到的事儿嘛。我特别害怕。嗯。我接了一个电话，上面上来就说要什么斩断我的胳膊，斩断我的手。关键问题，他知道我在哪里上班，知道我上班的单位地址是哪里，知道我的名字，我很多信息他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因为不法分子他做这种案子，嗯，他都是有目标的。对。现在我们很多公民啊，嗯。包括一些做生意的，说有点钱的老板，嗯，你的信息通过很多的渠道都是要给别人知道的。当然，你在外面社会生活中，你不可能不愿意把你的名字、你的身份，嗯，然后你说我是某某公司老总，对，难道你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怎么做生意？而且你看你的身份，你还是江苏广电对吧？微小细卡主持人，和微小细什么去的？所以他掌握了你的电话号码以后，也知道了你的身份，对，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包括其他一些渠道都能掌握，然后他就。这有针对性的找的就是你，就骗你人，有人买凶要给我多少钱，对对对，下你的胳膊，其实他就是最后还是骗钱。但是其实我想问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肯定遇到这种情况是要报警的，对，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是特别想问问，就是我们报警之后这个号码会不会被警方记录在案？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电话涉嫌此类的这个诈骗犯罪，那么我们可能通过相关的一些途径，通知有关的运营商对这个电话进行封杀。哎，那安警官，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一次收到一个电话，然后当时我正在开会，他就说，哎，徐丹，我是你的领导，你过来找我一下。然后当时我们所有的领导都跟我在一起开会，既然他是个骗子的电话，他说是我领导，那他怎么去骗钱呢？你刚才讲的情况实际上比较蹊跷，比较少见，这个现在目前不法分子他骗的都是财会人员，而且呢这些财会人员他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是私营或者是民营企业。哦，现在真的出了很多很多全新的这个诈骗方式哦，我也拍成了一个 VCR 让大家好好的来访问访问，来看一看。喂，你好。喂，哎，是小张对吧？哦，是，我是小张，怎么了？哦，我是你们学校的领导啊。啊，是这样啊，你的这个档案啊是出了点问题，你下午来这个402我的办公室，我跟你详谈，好不好？好，然后记得啊，这个来之前啊，你一定要给我先发个信息，好不好？哎，好的，没问题，那麻烦您了。啊，好，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喂，原来我是小张，我已经到楼下了，那个。哎，小张是吧？哦，是这样啊，这个教育局的领导啊，现在在我的办公室在跟我谈事情，你等一下再来，哎，好不好啦？哎，好，那您先忙，我在这边等着。好。喂，你好，领导。哎，我还在楼下等着呢。哎呦，这个小张啊，是这样啊，这个教育局领导啊还没吃饭。哎，我今天身上呢又没有带现金，哎，这让领导掏钱也不合适，对不对？哎，是，您说是。哎，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老师的卡上呢打个1000块钱，然后等过一会儿见面我再还给你，好不好？这个。哎呀，你档案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帮你搞定了，好不好？哦，那行，那成，老师，那麻烦您了，谢谢您，好好。
好的好的好的，先这样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些骗子啊，太可恶了这个。是啊，最近这几年，每年我们国家因为虚假信息诈骗被骗的，你知道损失了多少？多少钱？多少钱？你猜猜看。你猜猜看。一亿。一百个亿。一百个亿呀、啊！一百个亿要这么多？你不说明什么？这么多？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目前来看，虚假信息诈骗仍然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向我们的很多的各种层次的群众去宣传怎么去防骗。哎呀，今天请安宁外来真的是来对 了，很有可能就提醒了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观众，让他们免于受骗。我们要起立感谢一下安宁官，谢谢，谢谢安宁官，谢谢。休息一下啊！哎呀，哎呀妈呀，老帅了啊啊！好啊，做完了这个新闻，咱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条新闻。去年十月份，在浙江的金华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燃事件，主犯竟然是一名七旬的老人家。时隔半年之后，这老人家已经被起诉了，但是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庭审主要围绕肇事者，也就是这位年已77岁高龄的被告人王大爷，为何会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展开。王大爷是土生土长的金华人，只有小学文化，曾当过兵，以前是做电工的。退休后没事就常常乘坐 K19 路公交车去公园转转。老人说，案发前三天，因为公交车司机停车离站台太远了，他不方便下车，所以一直怀恨在心。为此，去年10月10号下午1时许，王大爷再次坐上了 K19 路公交车，在行驶到江南义乌街绿荫小区路段时，他挪到驾驶座边上，突然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简易爆炸物。看到这一情况后，公交车驾驶员赶紧把车靠边停了下来，并马上打开前后车门，将乘客做了疏散。由于引燃简易爆炸物的男子试图逃脱，驾驶员立即冲到门口将他堵住，并及时报了警。而坐在门口位置的乘客潘先生也立即冲上去对肇事者王大爷进行指责，并和另外一名乘客张女士一起制止了他的进一步行动。在三人的齐心协力下，肇事者王大爷被控制住了。事发后，检察院以爆炸罪对王大爷作出了起诉。在当天的庭审中，王大爷当庭认罪，并没有为自己辩解，最后陈述时也只是说了简单的两个字，没有。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老人哭了。最后法庭宣布择日宣判。记者了解到，老人的手榴弹一直放在地下室的箱子里。哎呀妈呀，这老头脾气可爆了，这是、啊、还让人生气了。这对呀、啊、他是你爹吧？怎么可能呢，我这么温柔贤良淑德，我啪一下、你说这老人家的白活70多年了，是不是拿手榴弹上公交车要炸公交车，你说这咋弄的？这幸亏是一枚过期的哑弹呢、啊。太生气了！如果是一枚可以爆炸的，哎呦，就酿成大惨剧了。对，是不是？你想看他拿一个手榴弹上去，40年你都没有遇到比这更让你气愤的事儿吗？最后因为一个公交车司机你要爆发了。对，我觉得这老大爷这40年挺能忍的。对，就拿就存这手榴弹，就为了就70多爆发一下。证明这老大爷平时都没受过什么挫折。对对对，公交司机多停了几步远，他要炸人家。不是，我觉得老大爷做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就过这个不顾全车人那种危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公交车司机是不是也要稍微想一想？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坐公交车，然后到站了之后呢，他没停。他就直接开过去了，像溜站嘛，我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我就站起来，我说：“师傅，你要停一下，因为我要下车。”他说：“你刚刚怎么不站起来呢？”对，我说：“你还在开着，我怎么站起来呢？”他就觉得我没站起来，就是人少嘛，没站起来你就不下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吵起来，就一来二去，就可能都快打起来了。其实作为这个消费者，我自己也很生气。我觉得你态度稍微好一点，如果你每到一站都好好停，让老人可以正常下车，也许可以少一些这些烦恼。但是有一些老人，他确实喜欢找茬啊、确实有一点，就是老年人啊，遇到一点小事情，他立马会跟你计较，是不是？然后跟你吵，你感觉我是老年人，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有部分的这个老年人啊，他们有的时候挤公交车的时候，你看像方世玉上了车，嘿，摇身一变变成林黛玉了，你知道吗？哎呀，什么意思啊？
没有，上一次我就上去的时候很有力气，到车上就哎呀我要让座了。哦，就是上车就说来坐坐坐坐，把老娘让开让开让开。你上次看到人家没让没让座，哎呦妈呀，真的啊。哎呀，就是上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就看一个老头嘛，他想让旁边的那个小姑娘给他让座。嗯。然后呢，这女孩不是没给他让，是让给旁边老太太了。哦。然后这老头就不爽了嘛，就开始叭叭叭在骂那女孩。然后比如说你要好心，你劝他吧，然后他就骂你，就一直骂到那女孩下车。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就倚老卖老，超级不讲道理的。哎，对，我觉得极个别啊，极个别。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族群，嗯，叫什么易怒群。易怒群。对，不仅仅是老人。有一些年轻人也是遇到一点鸡毛蒜皮大的小事啊，立马就爆发，喷一下，那他就是老祖宗，你看是不是？哎，所以有时候在路上，比如说交通事故稍微追了人家一下尾了，你下来以后打个电话报个警，然后到快速理赔就行了，非要站在城东干道上面是吧？我经常会堵一段时间啊，就吵你敢不敢？你敢不敢？造成交通大拥堵，你说何必呢？是不是？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进一步，走投无路啊，对吧？是不是？就是这种道理啊！大家就是让平时的压力啊，不要在这种时候释放出来，又没有素质，又影响他人，最后还害了自己。就是，淡定，淡定。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最近浙江杭州的一所小学里面推行了一套新的眼保健操，哎，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里面啊，这个小女孩眼睛瞪得那叫一个圆呀。这套操到底怎么做，有什么功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这眼保健操看上去咋那么奇怪呢？啊，我咋看不着？像翻白眼呢，这是啊。我后来也，你干啥呢？我操啊！不得保护眼睛吗？你信不信我用咔咔大菜刀把你眼睛给挖了？啊，行行。我跟你说啊，然后我调查了一下啊，学校说他们做的这个眼保健操叫做多维视觉训练，长达4分钟。啊，然后这个做这个操的目的呢，主要是保持啊这个学生的那个眼球的肌肉啊它灵活。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做的那个眼保健操，然后你们还记得吗？记得记得记得。第一节是什么？这个我记得最清楚。第一节是第一节叫柔四白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柔四白拳第三节啊，第三节。哎，我们南北方第一节是按天阴穴，这个柔第一是这个按天阴穴，天阴穴。第二节挤按筋阴穴，对对对。第三节柔四白穴，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关节。对。我觉得这个眼保健操靠不靠谱呢？既然学校已经规定要做了，肯定应该是对孩子没害，对吧？多少要有点用。但是我们想一想啊，眼保健操每个学校都在做，我们从小做到大。但是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青少年，为什么近视的越来越多了呢？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近视还真的很少，很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有谁戴个眼镜，二饼笑，二饼四眼，哎呀。现在我感觉几岁的孩子就戴厚玻璃片了，对，是不是？估计现在3岁的时候，妈妈就给个 iPad 让他到旁边去。对，就是因为这些电视机越来越大了，什么大液晶彩电，色彩越来越鲜明了， iPad、手机、游戏机，没错，是不是越来越伤害我们青少年的眼睛？其实我觉得做眼保健操只是一个辅助的措施，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孩子太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电子产品，对，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近视。多出去玩玩，跟小朋友们打打仗，创业分工合作，是吧？锻炼一下体魄，对，是吧？爬山倒海多练练，多好。没错啊，大家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啊！好了。接下来一段舞蹈，舞蹈之后马上回来。好了，一段精彩的舞蹈之后，欢迎各位回到综艺最头条。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探讨，
有请九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过年回家你最讨厌听到什么样的话呢？一位南京的网友说，他是个30岁的剩男，每年回家最讨厌七大姑八大姨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而且有的亲戚呢还喜欢给他相亲，不去吧觉得不太好意思，去吧又觉得很烦，特别苦恼。还有一位苏州的网友说，他大学刚毕业2年，这几年一回家亲戚就会问他做什么工作啊，工资多少啊，听完这些以后他说自己只在一家私企工作，还会有人跟他说谁谁谁的小孩出国留学了，哪家小孩进国企了，或者有别人开公司了，可是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我们过年回家以后听这些东西听习惯了也就好了。我也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你说这些标榜自己家好的时候的这些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对，是不是？对，有什么意思呢？对吧，自己的日子自己过，人家的日子人家过，哎呀不要讲人家闲话，没得多大意思。啊，行了行了行了，顿时你看嘴上杨阿姨说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条新闻。公共浴室一般是按人头收费的，但如果他按照胖瘦来收费，您受得了吗？哈尔滨的高先生就碰到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哈尔滨的高志斌心宽体盘，有件事儿让他很伤心。近日他到家附近的浴室洗澡，结果对方要了他双份的搓澡钱。一般是8块钱，然后这一天洗的是8块。洗一次吧，洗一次吧，这不累了。太胖加重了，真的，挺累的。我这个干不了了。高志斌今年42岁，体重260多斤。这家浴室因为离家近，他经常去。原来洗澡8块，搓澡也是8块，前几天就变成了搓澡16块钱。开始高志斌还以为是统一涨价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给自己的私人定制。有的受气了，他那减价吗？这可不能。我怕减价，你怕说个减价呗？他不是，他不可能的，是吧？不是意思，那肯定不合理的。这家浴室门前明码标价，价目表上也没有标注需要双倍收费的条件。浴室的老板说自己确实收了高志斌的双倍搓澡钱。他搓澡就收2000。为啥呀？他在体格都是2000。是你们这是都统一都这样吗？对啊。那有啥标准是咋的？是胖就这样，就这么收。我给他搓一澡30分钟。30分钟。给别人搓呢？给别人搓10分钟。要命啊，都搓完一面，你看在这一面够不着那边，完了到那边一搓一下给腰闪闪了，完了我就歇了2天，找替班替2天。哎呀妈呀，这新闻我看着我火大呀！我抗议啊！啥意思啊？啥意思啊？瘦子就收8块，咱胖子就收16。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诚信的问题。你看，你都在洗之前啊，搓澡之前都收好了，8块钱一个人就应该8块钱一个人啊。这个视频里也说了，说搓一个胖子需要半个小时，搓一个瘦子呢10分钟就搞定了。你想，这搓澡工也是浪费了差不多3倍的时间嘛，对不对？那多收一点钱也是理所应当的，按劳付出嘛，对不对？不然那我下次就这样，我给他8块钱，你给我搓个下半身，你给我搓单面，你搓个单面，对吧？你给我搓背面，搓不搓背面，背面自己做不做？正面我家自己做。可以我搓个单，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搓澡就跟装修一样，它得按平方算。你看像小雪这样的瘦子，全身2个平方，可能收8块钱。但像运哥这样的吧，全身6个平方，搓起来费时费工啊。不要歧视胖子，现在有好多的规定啊。前两天出新闻，就是坐飞机哪国家那个航空公司，然后说超过多少斤，然后就要买2张票，算钱，凭什么？对不对？你开玩笑，我们已经不容易，我们在生活里面被人称为胖子，然后在这个上面还受到歧视，凭什么？要关爱胖子。你想想看，世界上如果没有胖子，哪能显出你是瘦子呢？在唐朝个个都胖，你瘦吗？你不瘦。所以我决定要靠他近一点，会显瘦。对啊，每次拍照的时候，一看女生啊，你看到理想，再看看那个一博，再看看我说，哎，晕哥，我想跟你拍张照片。其实不是喜欢我，是因为用大脸去衬托他，你还知道？对啊，我们的作用很强大的，所以。不要再收胖胖的钱了嘛，对不对？胖胖也很可爱啊，肉肉的，抱起来也很舒服啊。正儿八经点，以后我去搓澡去了，本来8块应该收4块，大不了搓个1/10免费，就搓一条腿，搓个脸都没有。对，好了，这都是极少数啊，还是极少数啊，就我们身边有很多可爱的胖胖，都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珍惜。是的，因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心宽体盘，但凡胖的，他人都不坏。人家都说贼近贼近，越瘦越近。对吧？
我拍。哎，好，行了，行了，行了，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综艺大揭晓，再见，拜拜。在今天的大揭晓节目中，相亲现场变成前任吐槽大会。一生气发现他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男生劈腿吧，被我发现了。曾经以为是段美丽的邂逅，可是后来因为一个聊天软件啊出轨。我觉得吧，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付出的。闺蜜助阵来把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个人能否牵手成功？先卖这个手啊！慢慢。更多精彩，敬请关注。